椒麻面店的老板年轻的时候沉迷赌博，人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铁窗内度过。出狱之后，他不再想要虚幻度日，决心靠自己的能力做点小生意。因为不会拿菜刀，所以就开始研发酱料，也从努力工作当中发觉到脚踏实地的平凡生活才是最真实的幸福。一池醇厚牛肉肉燥，再晕染椒麻酱，看似平凡的阳春白雪，均匀搅拌之后，立刻变身成为饕客嘴里的非凡齿留香。椒麻香啊，可以吃它的人跟不能吃它的人都能接受的。国文不好，要讲错综复杂嘛，也不是，就是很巧妙的组合。它不是单一，它是有层次的。对，而且他吃到后面那个层次感会越吃得出来。我们都是之前是跟他买酱料回家自己煮面，然后这样拌。台北市中心中正纪念堂旁的金华街上，隐身树荫围墙里的日式矮房，阳光洒落，绿木扶疏，从大门口惊鸿一瞥，多数人第一印象以为这里是新开的庭园咖啡，但老板张兆汉的寻芳客粉丝们都知道这里有迷魂香。前天那个时候，这边全部坐满两转人，两转人大概是40个。我就跟他们讲说，老板，我说老板只有一个。他们后来这些客人都讲说，我知道老板只有一个，你慢慢来就好了。招牌椒麻酱拌面或是当沾酱，麻香不辣，画龙点睛，让寻常料理有了记忆点，也是饕客舌尖上的美味地图坐标点。我爸很会用香料。我只能讲说他很会用香料，年轻的时候他喜欢在外面吃，然后吃了他会去问老板，然后自己回家自己试看看，是这样子来的。桂枝跟公丁香它太粗了，把它打碎其实是让它跟其他的香料混在一起。张爸爸融合各家各派，用味蕾调和出来的椒麻酱，香气层层叠叠，喉韵有层次，做法看似不难，但只要一个步骤没掌握好，藏在细节里的魔鬼会立刻倾巢而出，破坏搞鬼，让味道走歪走偏。秘诀就在关火，你关火以后，你要知道说你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下香料。一般我们这样直接倒下去去炸它，这一锅就烂掉了，就会苦掉了。清澈沙拉油加热沸腾，油温在140度才能让新香料下锅，逼催出天然新香。张兆汉拿着测温枪不厌其烦测量油温，这是缴了多次学费后学到的一丝不苟。第一种左右，极品大红袍，然后青花椒、公丁香、元荽子等等。你看我花椒一斤就要多少钱？行家吃就知道了啦。我用的大红袍是最好的，大概是中上等级的麻辣火锅店在用的。我虽然关火了，他说还在加温中。像这样子花椒就不会苦。就着焖烧的油温，打磨成粉状细分子的天然新香料，不断在锅里翻滚试炼，散发出满是新香。张兆汉深知工序简单的东西，一翻两瞪眼，完全靠本色演出，舍得下重本，用最好的材料换得饕客的惊喜。一锅美的冒泡，冷却装瓶，在网购通路上人气小滚滚。做酱料很拿手，但张兆汉原本是厨房门外汉。葱蒜不分，五谷不是，会走上餐饮这条路，当初压根没想过。我什么都不懂，我也不是餐饮出来的。开这店的时候，我不会拿菜刀。父母是古董商，兄姐都是文质彬彬的儒雅路线。独独张兆汉从小外向好动，像是脱缰野马一样，让父母伤透脑筋。以前我有在建国浴室有摆过摊子，在光华商场也有摆过，但坐不住啊。我是那种比较身形比较好动的人，爸爸说我永远都坐不住。很头痛啊，人牵人不走，然后故意看口口镜。念国中时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跟着朋友吸毒，方向从此走歪。铁窗内四次进出，前后17年，最后一次出来时41岁，人生超过三分之一的宝贵青春白白消耗。第三趟是枪支，然后大部分都是毒品。很庆幸我关了这么久，我父母现在我父亲是35年次的，他身体很健康。最后一次服刑时，六甲军监转交到法务部，从台南监狱挑选受刑人去清扫整理。张兆汉在动手流汗的过程中，才发现原来生活本身是一连串不断的付出得来的踏实累积，那是吸毒时的飘飘然，无法体会的实在踏实。
死，你知道我什么都不会，就跟我不会拿菜刀一样，我居然去学电焊，那个眼睛都快瞎了，你知道？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说，原来赚钱这么辛苦。以前我们吸毒的时候，你就是坑蒙拐骗啊，什么都来了。我们比较务实的去过自己的生活，在狱中了。出狱后洗心革面，想要自力更生，踏上新的人生路程。朋友知道张爸爸很会做酱料，建议张兆汉跟父亲学习，在家自作自受。网购宅配从亲友捧场开始，然后口碑行销做了3年，生意不错。后来得知其他朋友的庭园餐厅只做晚餐场，评估之后，他分租白天时段来卖椒麻面，扩大客群，推广椒麻酱。就为了开这间店，我跑去朋友那边学拿菜刀。你只要有心，然后愿意去问，愿意去请教人家。鸡汤用三副鸡骨架、两包鸡翅尖、葱姜菜爆慢熬出醇厚汤头，配上温体鸡翅，口感真诚，一如他的改变感受得到。家人看在眼里，嘴里不说，但用行动支持迷途知返的迟来的成长。看到他自己想改变，而且那个决心很强烈，对，就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样，我蛮佩服他的。开店的时候，我爸送我的这道光的粉彩罐，被我拿来装我的蜡油。那我们播出去，你晚上这个要收回家的。哦，会啊，会啊，会收好。我妈意思说，你就安安分分过你的生活就好了，那不求大富大贵啊，但求问心无愧。人生用17年学习安于本分，张兆汉知错能改，有心有行动，挥别飘飘然的迷惑幻觉，享受认真付出然后获得的踏实生活。